它有一些更多是那个，它那个三块屏，对，三外的话是两排五座的，就没有这么坐第三排的。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灯吗？对，一个镜子。其实因为第三排这边没有办法开窗户，所以它放一个镜子，让后半程的显得没那么压抑。然后是壁柱上的按钮，这一下就可以了。壁柱上发光的按钮，按下。